从2016年开始 ，Instagram 加入一个新功能，叫做限时动态功能。那虽然当初一开始加入这个功能的时候，引起一些风波，因为它好像抄袭某一间公司的功能，但是到今天，限时动态已经成为 IG 最重要的功能之一。我一直觉得限时动态这个功能超烂，24小时就失去记忆，你又不是失智老人，那你有想要分享？又不想要留下记录是哪招？今天我要在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所有我拍摄过的限时动态，因为我要慢慢的减少拍摄限时动态啦。限时动态我就直接转为发文跟 IGTV 比较长、比较完整的影片来做分享。Yep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一下我们从2016年开始所有的限时动态吧。拜拜。坦克。嗨。Jump！ 你有病吗？这种是有一些周边需要用到。好玩吗？有啊。为什么你要换新手机啊？
抓安抓。这听起来像什么英文名？两个小板凳，不啊，一个小时多少钱？Strawberry cake! 有啊，是可口鱼丸。Hello. 年收入800万，那这样月收入多少？走很慢，你这只老是走那种，你这只哪个？
三个啊？不会吧？我已经改善。下面那一个视窗是怎么了？Vivo。冰箱嘛，那香蕉、洋葱我放冰箱。快来吃牛排。这个小事。然后我去。咖啡线吗？吸进冰箱喽。It's a bitch. 真的吗？然后这给你们。我们都没知道什么东西。但我发现
某某购物网比较便宜，所以我就把它退货。可能在这一间我比较常谈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Instagram 未来规划的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个赞，订阅我们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那这有一个全部都是分享影片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w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